也不知道啊，欧阳哦，这平安是个啥菜？哼，你说呢？前天晚上，你舍了老脸去他们家，欧阳啊，嗝也没敢打，屁也没敢放吧？这孩子都让他妈给吓的，真的。要过门啊，上咱们家来啊，哼，我可得好好疼他。哎呦，疼人家。你怎么还不明白呢？欧阳没说话，就说明啊，他跟他妈是喘的一口气儿，知道吗？就是啊，不能光埋怨人家，得从自己儿子身上找找原因。你说啊，和人家比是哪哪都差那么一大截子，是不是？这还不说，嘿，还专门去搞邪门歪道。你说这话我咋这么不爱听？啥叫邪门外道啊？我说你给我整点水喝行不行？啊？行，我这不正干嘛呢吗？你看，不是做饭的就不做汤。换。爸，你咋那么能挑眼呢？我妈老给你做。糊涂了知不知道？啥叫糊涂呢？哎呀妈！你说这话，爸，你怎么回事？你就糊吧，你把他糊到监狱里，你就没了。你还一来吃饭就少。你说啥话呀？我说啥话？啥叫监狱呀？这能扯得上吗？哎呀，你摔你！和监狱扯得上吗？咋来了？呀。来来来，伯母，哎呀，阿姨，你好，吃饭正好来，坐坐来，你看你看，太好了，来坐这儿，来坐坐坐，不饭一块吃一块吃，人家没长手啊，人家，你们吃吧，你看你这，来来坐坐坐坐，你也坐，来，我自己来，我自己来，我来，自己来，我来，哎呀。放心了吧，我这有，这吃吃啊，菜没什么好菜啊。哎呀，小王，你看平安这事儿啊，那天晚上当着我妈的面我没法安慰您。现在社会变化多快啊，什么新鲜事儿都有，有好的也有坏的，以后让平安吸取教训就行了。您别太生气，也别着急。哎呀，你看看，你看看啊，你听听，这就是文化人说的话，知道吧？这个有文化跟没文化它就是不一样，知识才是力量啊。老大，说你呢？啊，我跟你说，好好跟欧阳学学，听见没有？别总跟人炸刺儿。叫啥呀？平安呐，能跟欧阳这样的好姑娘搞对象啊。纯粹是上辈子福分。对，妈，现在不叫搞对象，我跟欧阳现在叫恋爱，是我恋人。什么事儿这是？啊？欧阳，你要想跟我哥过日子，别让你妈到我们家说三道四的，好像我们家全巴结你们家似的。回屋去。哎呀，别理他，婚前狂躁症。你又说那个没味儿的。吃饭，吃饭啊！哎，我去整点汤去吧，我看是不是都吃干了啊？我整点汤去啊！哎，我快啊，把那个鸡蛋给我。哎，你去吧，不要你。好了，来，明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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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。哎，好，坐这儿。哎呀，绝不能让万恶的蚊子咬着我们亲爱的欧老师。就会耍这种小手段。是我不好啊，我打我一顿。你那么笨呢？你偏偏让我妈看见。说的是啊，那怕啥啥来，谁知道那会儿你妈会去啊？本来我是想的，我一出国能让你在你妈面前腰杆都直起来，是不是？你是不是有点瞧不起我呀？跟那些同学比，你是不是觉得我有点像个白痴啊？你不仅是白痴，你还自以为是。
就是自以为是，这么多天你也不来看我，我都以为你跟同学之间私奔到上海去了。别瞎说，你再胡说八道，我真的不理你了。你开玩笑呢，这还急了，你看你。我没来看你，你不也没来看我吗？是。哎，你不是想请你们同学吃顿饭吗？我请啊，我保证不吃醋。 一无发苦而发死，你还嫌我不够难看？我这次去开学术交流会，预定会期是一个星期啊。瑶瑶，把论文给我拿来。 期间家里不许来外人啊！能有谁来啊？那我没说了吧？报平安就不许来。你也不许出去啊，在家看书。新到一个单位，得给领导留个好印象，听见了吗？你应该做到以下几点：第一，不要穿奇装异服；第二，言谈举止让人看得出你是个教养。 第三，不说笑不露齿吧，也不要动不动无所顾忌的哈哈大笑。妈，你让我回到十八世纪当出土文物得了。第四，你这个顶撞人的习惯，你一定得改。我能包容你，外人能包容你吗？是。哎呀，近墨者黑，你呀，你跟鲍平安沾染了好多坏习气。 行了，你不要说我了，你把我逼急了，我出国，我躲你们所有人远远的。哎，这个倒完全可以。你要出国留学，我可坚决支持你啊。你有这能力，有这素质，你可不像鲍平安。哎，瑶瑶，这事儿等我回来，咱们还真得认真的研究一下啊。听见了没有？我知道你要说什么。还有。 开会期间，我每天晚上都往家打电话，有个思想准备。你不就想检查我吗？对呀。检查好了，就当我是老房东查铺了呗。你保证啊？以后不管我妈讲什么难听话，你都不许还嘴。你放心，咱以后啊，就把她当佛一样供着，我在她面前啊，就是个大肚弥勒佛，见了她就是笑。 别嬉皮笑脸的，我跟你说的正经话。我说的也是正经的呀。哎，我不光是在他面前笑，而且我还得让他啊以我为荣，所以我还得出国呀。你有这一回还不够啊？我可不再相信你了。我觉得你还是正儿八经的去考个夜大。哎，我求求你，别让我考什么夜大了，我就喜欢啊厨师这个行业。哎，这个煎炒烹炸六啊，我告诉你。 跟那个画画的和写歌的相比啊，一点都比他们差，而且我跟你讲，我肯定能干出个样来，我一定能成为名厨，让你妈和你那些同学都服气，说你跟我谈恋爱挺值的。<笑>我就喜欢你这执着劲儿，可我也不知道我这样鼓励你对不对。对，当然对。我就觉得你老惦记出国这事儿不太靠谱。毛遂叫到我们说，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登攀啊。 我就不相信了，我滴着的猪头还找不着庙门。你放心，出国这事儿我自己攒钱，我自己找门路，啊，没问题。嗯，那可是这4000块钱就打水漂了。钱是个王八蛋，那没了咱再挣呗。哎，今天这么晚回去，又得挨骂了吧？我妈出差了，昨天走的。啊？ 我说你今天怎么待着这么踏实呢？你笑什么？又打什么坏主意了？上家去待会儿。我都3-4年没去过了。不行，太晚了。就待一会儿嘛，我都不知道你家的变成啥样了，我让我看看啊，你家有什么变化？啊。嗯，就待一会儿。嗯，行。嗯，你怎么进来？哎。
世上无难事，只要肯干。慢点，慢点。哇，你们家这么大！哎，你家能跳舞哎！啊，蹦擦擦蹦擦擦蹦擦！这个大傻子！来来来，蹦擦擦蹦擦擦！什么呀？你不会跳？不会。喂，这会儿干什么呢？啊！睡觉前把门窗锁好。哎呀，关了关了，锁上了，你放心吧。家里不许来外人啊！没有人来，就我一个人。你别不耐烦嘛，妈妈做的一切不都是为你好吗？对于你来说，现在人一时之痛，你换回来的是终身的幸福啊！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你说的那个出国留学的事儿。我认真的想了一下，可行。不过你们学校恐怕没有公派的机会。这样咱们可以办自费留学。嗯，妈妈可以拿出全部积蓄来。好，这个问题咱们回去谈。哎呀，我知道了。你别不耐烦。我相信你啊。哎呀，知道了，知道了。我相信你啊。知道了，你早点睡觉吧。嗯，再见。是啊，来来，我带你看我房间。哎，这是我的房间，真好。你坐，等着啊。哎。再喝，好喝吗？平安，嗯，你会一辈子对我好，对吗？你记住，你一辈子都是我的。扛起小船儿，暖风轻轻吹，鸟儿叫，鸟儿呢，春光惹人醉，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。儿子回来了，干大事的人回来了。啊，回来了。给你，拿回来了啊。啥呀？哟，哎呀，我说平安呐，你天天就往家想，往家这么拿菜，我跟你说，别叫人告诉你安呢，叫什么美呢？妈，我这啊，充其量也就是一个靠山吃山，靠海吃海，您放心吧，啊。大哥回来了，你这干啥呀？那面口袋套身上，我瞧瞧。嘿。还是个外国郊区的面狗呢，平日找人给我做的。哥，你少废话啊，这是现在最时髦的了，知不知道啊？土老帽。哎，
等你结婚的时候啊，我让人给你做一套，不花钱啊。哎，周正凯，你说说好不好看？好看，好看，比买的还好看。那就对了。我告诉你啊，我研究你这笑啊，你这笑有特点。我给你一外号叫肉皮冻，不是皮笑肉不笑，光肉皮在动。哎呀，哥，哎，这个代号真好。哎呀，以后啊，咱就叫他肉皮冻。哎呀，哎哎哎，别拿人这个啊，取笑啊，起什么外号啊？这妈。马无夜草不肥，人无外号不富。对，郑凯得这外号得发大财了。来着啊，郑凯。嗯。爷。哎，什么好东西？哟。这个呀，是我一在珠海的朋友带来的。这人家那种叫法叫情侣表，一大一小，就是两口子使的。给。啊，这情侣表？哎，哥，你珠海还有朋友呢，真棒。哎，好看，妈跳字儿了，你瞧瞧多好看。嗯，哎呀，嗯，挺好。嗯，哎，平月，哎，你看我这西服袖太长，表都盖住了。傻呀，你挽个边儿呗，这么着不就露出来了吗？就是傻，这不是更有点像那个跑供销的，乡镇企业的。就埋汰人家，哥怎么那样？好看。哎，哥，哎，谢谢你啊，真好。先别着急，谢。平月，嗯，哥知道你一直想买一台彩电，18寸的，那得1080。哥现在啊是罗锅上山，钱紧。拿着，这是500块钱，你收着，买台黑白的，先凑合。哎，嗯，哎呀，哎，我问你，你的钱哪来的？妈，这是我半年的工资，还有岗位津贴，乱七八糟我攒了，您放心吧，啊，拿着，哥，先买台黑白的凑合着啊。哥，你也得攒点钱结婚用，别让欧阳他妈总看不起咱们家。我有没有彩电无所谓，你是男子汉呢，我可不能要这钱，哥，我不能要。说了，真的。哥跟你急啊，拿着。不能。去。谢谢大哥。谢什么谢？我跟你谢呀，肉皮冻，别数了。哥哥呀，肉皮冻，给我倒杯水去。哎呀，我这儿子有钱了，这是。妈，这些钱你先给我放起来啊。嗯，先搁我这儿，到时候用找你要。行，先给你攒着。行。哎呀，看你干点事儿，慌慌张烦人。我得点点，别错一张，到时候我赔着。谢谢哥啊，变数啊，拿吧，搁这个。哎，哎呀，儿子，你给你妹妹钱呢，妈高兴，知不知道？嗯，我知道你从心里头疼你妹妹，真是能看出咱们一家人。你别给我等着。咱这一家人呢，真是亲的。妈，有福之人啊，不用愁。我最近啊，又找了个新的出国的路子。嗯，又认识个新的骗子。您是不是诚心笑话我呢？这回真的是正规渠道。我们餐饮业啊，其实一直有那个劳务输出，就是那个国家正式委派到国外去打工的。过去我都不知道，现在我刚知道，我现在正在活动呢。现在关键啊，我差就差在外语上。你就赶快跟欧瑶学呗，还。是啊，我现在正在跟欧瑶恶补外语呢。明天啊，哥，恶补外语呢？啊？怎么样？给我说两句。说两句。哎，钱是啥？猫。Money。啊，赶紧别说了，来。Morning。拜拜。我有话。啥事儿？是有事儿跟你说，快点。See you later。哎，玉台。啊。快点，快点。啊。来，坐。啥事儿？大哥。咱们都是男人，
对吧？那不废话吗？咱俩都进男厕所呀。就是，咱们都这个岁数了，对吧？什么对吧？对吧？还对七呢？有啥话直说，别哼哼唧唧的。这事儿我就是不好意思说出口啊，对吧？啥玩意儿？平儿，平儿，出来！这是演啥戏呢？你笨死了，连个完整话都说不清楚，这起来吧！我说你这啥呀你？哎，哥，哎，你和欧瑶到什么地步了？我俩挺好的呀。你可得拿住他，那小妮子心眼贼着呢，我跟你说。说真格的，要说治家理财拿捏男人，那俩欧瑶也顶不上我妹一个呀。那是不是？去你的吧！我发现呢，你一沾欧瑶啊，你就犯晕，你这辈子得死在他手里不可。田玉，咱们就跟大哥说的不是那个事儿，跑题了。那我跑题你谈呢？不是你刚才吭哧瘪肚子谈不出来，你这我啊，那你说吧，你快点。啥事儿？啥事儿？快说！就是吧，你看你跟欧瑶都这么大岁数了，然后你俩还不着急结婚，嗯，别出事儿。出啥事儿啊？哎呀，就是咱妈咱爸。都是要脸的人，我也不知道那个合不合适，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啥玩意儿？哎呦妈呀！周振凯。行了行了，你刚回来怪这怪那的，你烦不烦呢？那你说谁来了？那得问你啊。谁也没来过，是你神经过敏。哼，但愿是我神经过敏。喝水。瑶瑶，咱们俩商量商量你出国留学的事儿吧。哎呀妈，我那天就是那么顺嘴一说，出什么国留什么学啊？那现在在外面留学得有人担保，咱们家在外面有亲戚吗？再说了，留学得花好多钱呢，你好不容易攒那么点存款，我可舍不得花。你说你这孩子，报平安都惦记出国，你怎么就不能出去啊？哎，妈，你就不怕我们俩在国外约会什么的？问题是他根本出不去，所以我不惦记这问题。那人家要是出去了呢？那么说你们俩现在还有来往，是不是？行了，你干脆以后每天接送我上下班得了，把我盯得死死的，好不好？嗯，你说你呀，你什么时候才能理解妈妈的心呢？你刚回来就跟审犯人似的，别问了，看你给我带什么好吃的。嗯，就这个吃的。啊，你俩为啥？好吃的多着呢，瑶瑶。出国留学的事儿，咱先不着急啊，我慢慢想办法，行吗？
哎，欧老师下班了。哎，我弄两条鱼捏，一会儿你陪我去见劳资科长，他是管劳务输出的。什么呀？出国出国，你就知道出国。怎么了？哎，你不是盼星星盼月亮就盼着这事儿呢吗？啊？在学校遇见别扭事了？不是。哎，那怎么了？我好不容易约到劳资科长出来跟咱们吃顿饭，你的事儿待会儿再说啊。来，上车。哎，哎呀，你急死我了！那到底怎么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你说话呀！我这个月没那个，我上午到医院去化验，下午拿结果，我不敢去。怎么样？大夫说啥了？说啥了吧？啊？说啥了？哎，你说话呀！啊、怎么办呢？阳性的了。我看看。阳性的。哎，别着急，阳性是有还是没有？哎呀，你别在这哭啊！行了，不在这哭啊，走，别哭，咱走。哎，你怎么办呢？要学校知道了，我还怎么待下去啊？我在学校还工作不到三个月呢。我知道。关键咱们在医院里又没熟人，你别着急，先别着急啊，别着急。要不明天咱们到医院闯一把，能行吗？反正这孩子咱们是不能要，我出不出国都放在一边不考虑他们，关键是让你在学校不能受到任何影响。他就硬闯一次呗。你真害怕了。男同学不许进，在外面等着。我想找里边大夫问点事儿。有什么事和我说。你能做主吗？对。我爱人怀孕了，要做人流。挂号了吗？我挂了。结婚证带呗。你看，结婚证吧，我俩搬家把结婚证给弄丢了，我带工作证行吗？回去双方单位开证明。你不了解我们的情况，我的情况是这样的。不想让单位知道，怕影响工作，不开心了。你们是未婚先孕吧？不是那么回事儿。我跟你讲清楚，如果是婚后做流产，带结婚证来；如果是婚外做流产，必须得双方单位开证明。这我知道，我就是跟你商量商量。哎呀，你不用再讲了，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。你赶紧去办吧。下一位。那咱再商量。赶紧去办吧。下一位。
干嘛呢你？二老，你听我跟你说，你先上班去，不能让学校同事看出来呀。你听见了没有？欠你这顿饭是吗？昨天晚上我有急事儿。有什么急事？你说。您就别问了，这两天也麻烦你啊，给马科长送去道个歉，改天我再请他吃饭。你是哪个庙里的大神呢？想什么时候请人家领导吃饭，领导就要出来陪你吃饭。你把我也撂里头了。我昨天晚上真的有急事儿。有什么急事会比请领导吃饭还重要？这是为你出国呀。我们家昨天晚上房塌了，行了吗？怎么没有把你给砸死呢？你不是还活蹦乱跳的吗？你，陈头，我跟你说实话吧，昨天晚上我女朋友得了疾病，上吐下泻，我一直陪在医院打点滴，陪了一夜。刚才我没好意思跟您说，真的？真的。我不信，你就往下编吧。陈头，真的，打死我，再救活我，再打死我，都是真的。先干活吧。哎，好。哎，回来。啊，把你的烟拿。哎，陈头，陈头，我告诉你小子，这你出国的事情是彻底没戏。你们家房不是塌了吗？回去盖房吧。你女朋友不是拉肚子吗？赶快去买药吧。去去去去去去去。陈头，陈头，你走不走？咱们俩跟谁？你不走，我走了。哎，你看，哎，陈头。上医院来做人流来了，人家非得要证明，没证明不给做，他这一害怕就这样了。那你说他这个妈能扛得了吗？啊，不得吃了你啊！他妈这两天上外地讲学去了，不在。跟你说的还能讲学去了不在，躲了初一能躲了十五啊？傻子你这！大夫，怎么样？你们放心吧。啊，没有危险了。呀，谢谢。但我们需要观察一下。嗯。啊，好。哎，大夫，谢谢您了啊，谢谢您。哎，你说你吧，啊。你既然没有那个老爷们儿那个养家成家的那个能耐，就别干那个老爷们儿的事儿，知不知道？你看看你，啊，人五人六在这块吹牛，你说说，你干成哪件事儿了你？啊，别说，你说说，你就说眼前这事儿吧。出国呢？出国什么国？就你这德行啊，出了国，人家把你给卖了，卖了你还得帮人点钱去呢，还有你。行。外整天戴个红胳膊箍搁这块，这咋咋呼呼的管那个四街八邻的闲蛋，你看看你这一儿一女吧，丢人！咋的？丢啥人呢？我没管好啊，那你管呢？我管，我有能耐我早管了。像你那种，我忙，我厂里的工作忙，知道不？你忙啥呀？你不就是一个小组长吗？那算个啥呀？你比那个国务院总理还忙啊！哎呦，我还不惜说你呢！你说我戴红胳膊箍咋的？我是为人民服务。
还念你？你咋家饭盒没进装箱呢？你呀、啊！我带饭盒咋的？我不吃饭吗？我呀！不是你，我上厂里干活，不吃饭吗？哎呀，妈，这是妈！哎呀，这说我是你俩又掐啥呢？不像话！我跟你说，啥事儿都管。啥呀？不错，刘禅，真的。出院以后啊，待两天结婚。结婚，妈这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！你准备啥呀？啊，七抬八轿啊，置房置地啊，啊，赶快结婚得了！你说说，一白遮千丑，明白不？你得对那欧阳负责任嘛！你这也是馊主意，知不知道？我还是不能同意，啊，结婚是件大事啊，那得经过人叶老师同意才行，就这么打马虎眼的给办了。后患无穷，咋的？你这等着人家给你唱喜歌啊？眉开眼笑的把闺女给你送过来啊？像个好事呢，你别跟他掺和了，行了。我别跟他掺和，我就是不掺和人，你得说我在背后使坏。使什么坏呀？你看呀，这不是饭煮夹生了吗？咱们这想办法把这饭煮熟了，不是吗？登记去。真的，赶快登记，登记完了就结婚。我跟你说，谁也说不出来啥，咋的？你还是没有解决我提出来的问题，我的好同志。啥问题？你说吧，你真使那么大劲儿干啥呀？怎么回事呢？这爸，您别着急，别着急。妈，我说，要不还这样吧，明天咱俩上医院，问问欧瑶的意思，行吗？行。哎，这不是天塌下来的事儿，怎么能有这个想法啊？啊！我左等他不来，右等他不来，我害怕我妈回来，我怎么交代啊？我还不如自己死了算了。哎呀，平安呐，不是妈说。发生了这么大的事儿，你就应该在跟前守着，明白吗？当初去疯去，闺女，不怕啊！你和平安，你俩相亲相爱，要不是平安那个时候说出国呢，我跟你说，你一毕业呀，就应该轰轰烈烈的把你娶过来。结婚了，那别人一算也知道这孩子。那怎么的？那怎么的？我怀的是我男人的孩子，谁能怎么的？哎呀，嗯，自从我爸爸五年前去世了，我妈妈的性格越来越古怪。哎呀，反正也不能怪他，真的。你是哪家大人，不都是为孩子操心吗？嗯，这你妈呀还不知道你怀孕的事儿呢，这光知道你这个自杀的事儿，她就得疯个啊！啊，所以我不想让她知道这件事儿。这事儿不行，你不能瞒着，不能瞒着呀。那她要是知道了，我跟平安怎么不可能在一块儿？我看，要不就听欧瑶的吧，啊，先别告诉他，啊，反正他还得两天回来，不是吗？这两天咱们就在这好好养养身子，是不是？你爸，你说呢？啊？你就瞒着吧，怎么回事呢？一有矛盾你就绕着走，一有矛盾你就绕着走，你说你。你这是个事儿吗？你说，啊？不是瞒着，我这心寻思，要不然你吧，你要觉着干啥的话，你就装不知道，行不行？啊，要你心烦，你就出去躲几天去，行不行？行，咱们接着这个话茬说，结婚这话茬说，反正已经怀上了，啊，
你就同意吧，结婚啊，就是啊，就同意了啊，一白遮千丑啊，是不是？哎哎哎啊哎，这事我可得有个声明啊，嗯，这事必须得是欧瑶她妈妈先点头同意。